主席、各委员，本院委员简公明、孔文吉、杨仁福等25人，针对莫拉克台风灾后造成河段淤积严重，影响民众居住安全。当原住民族地区往往不易寻觅适当地点葬之土石，且因清淤沙石的标售往往藏有极大的利益，致使原住民地区清疏工作推动不易，建请行政院责成相关机关简化原住民主地区河道清淤作业程序，并加强管考作为，一线完成疏浚及复建作业是否有当，提请公决。本院委员简东明等。